他有没有是想要跟陈庆？可能是唱歌厉害，陈庆。大家好，我是黄聪俊，今年23岁，专长兴趣是唱歌、跳舞，还有音乐创作。First blood, I gotta take it down。星梦上位，让你恶魔开始造。像是前新年韵脚代表，能唱又能跳。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在节目上的表现哦。Hello， 立场位置。这是跟我们一起。啊，对 ，Yes。OK。我们本来不认识的，他表演的时候吓到我。做过的梦还给我，他表演也吓到我。一起加油，这是一起吗？这是一起哦。对啦，不然呢？大家好，我叫陈凯佑，我今年23岁，身高175，体重58公斤。这是我一个非常喜欢的舞风，它叫 Tati， 简称埃及手。我对角度这种东西特别敏感，所以在一个团队的时候，假如有一个人动作跟所有人不一样，我会特别的把它抓出来。哎呦，超级凯佑，果然是你们！哎，你要坐那边哦，你要坐那边，那边为什么要隔一个？没有，就。传统，这里这么快就有传统，对。你几岁？我24，23。啊，所以我们是年纪比较大的年长团。我是 E 还是 I？ 我其实是 I， 真假？我哦，你也是 I？ 我也是 I 啊，这我是 E。那 E 一点好 ，E 一点好。Hello， 哎，嗨，是你。汤平，看到汤平走进来的时候是特别开心的，见你在另外一档节目也是好赞你，而且我们声音又同一点，所以一定可以在舞台上发挥的很好。要走对吗？太强迫，你要走对。没有想到，你没想到我有没有？对啊，他刚问我说想跟哪一个人，我都不澄清。汤平想跟谁？我吗？我，就大家都可以跟 Alice。你觉得我们是什么型？我觉得应该可能是冰嘛，偏冷一点，偏冷一点。如果我们是冰的话，我刚刚想一个名字，冷冻水饺，冷冻水饺，冷冻水饺。哎、欸，我不同意。同意吗？我解释给你听，水饺里面包的内馅都不一样，代表我们里面的料都不同。然后，而且它是冷冻的，但是它煮熟之后很好吃。你可以是虾子口味的，我对虾过敏。你喜欢吃水饺？我只爱吃韭菜。韭菜，那你就当韭菜水饺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们终于看到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拥有柔软身体的廖宏达。我今年21岁，我的专长是国标舞。我学习国标舞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。我除了这个专长以外呢，我还学习过算盘、芭蕾、民族、现代、软功和丑调。团内有什么特殊舞蹈都可以交给我哦。你看一下这个排序，你要做什么？对，你看你把这个把这个介绍一下，他是海佑，右行，聪俊，汤平。我叫宏达，宏达，我高丽菜，本命高丽菜。好啊，我也喜欢高丽菜。好，那我泡菜吃掉。可以，泡菜。有什么？我觉得你蛮适合玉米，玉米超难吃啊！你到底要吃什么？我要高丽菜。好，高丽菜给你，高丽菜。好，高丽菜。我喜欢泡菜。好了，你辣味。好，泡菜给你。好，辣味，泡菜给你。我来讲一下。干贝。哦，我当和牛水饺。贵。Hello，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郭哲凯，今年21岁，平常的兴趣呢有唱歌。它终究是场太美的梦，而我终究会不再泪流。
跳舞。你要选一个你的口味，你的本命口味，你是什么本命口味？就是水饺，你喜欢吃什么样的水饺？啊、想不到。我是哲凯，我是韭黄水饺。哦，韭黄 ，OK， 好。好我一进去，我觉得我看到佑馨会最开心，因为我本来没有想到会跟他一团，因为我那时候一看到他，想说哇，我就是有一个 vocal 的大树的感觉。哎，选一个位置坐。选个位置吗？看到哈鲁走进来的时候，我非常开心，因为我们之前在 Icon 的企划有一起合作过。我爱吃的水饺，我想一下，我喜欢吃。我喜欢香草，有这种水饺。香草蛮特别的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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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香菜又香草，请入座。好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我们不要理他啊。对，好，对，好，冷一点，冷一点，冷一点，我很不爽这样。跳脚跳，酷一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俊熙，我今年19岁，身高是176公分，体重60公斤。我的专长是唱歌，那我非常喜欢表演。很自信啊，哦，你的笑容啊，给我最自然的你，眼睛全是泪水呀、啊。我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，我想要让大家好好的认识陈俊熙。哎、欸，病，不能理，我不是病。Hello。喂，你不能理，不是不能理。你现在要选一个，就是你的水饺口味。水饺口味，最喜欢最喜欢的水饺口味。嗯、再讲咖喱。哦，咖喱没有，咖喱可以。对。我要公布，我送水饺，中国星球是。钻石星星，我怎么会在这里？整个身段更柔和的那种表演风格，有点讶异。哎，我是这个风格的吗？跟我所想的是一样的，比较属于高冷。完全没想到我是真的是钻石星球，好像还不错。它距离地球是52公里，那它是一个冷却型。它最大的特色是它的内核里面带有大量的碳，碳基体是什么？就是钻石。所以里面有相当1034克拉的钻石。哇！那你们这一颗星球就是钻石星球，不是钻石水饺，钻石水饺，钻石咬不动啊，钻石牌星球。整个歌曲的编排非常的满，到来难度感觉非常高，我觉得非常的炸，我还想要炸一波舞台。一听到我就想说晕了，感觉我身上有火焰，我就想要站起来跳一下。这前奏炸到我，很强哎、欸，喜欢那个，棒，那个很感觉可以，怎么讲？可以热又可以冰火，对对对，就是可刚可柔，对，可刚可柔，冰那种感觉，没错。也、yeah, 爆炒冰块，用这个音乐来比赛。哦，女单出来。听我的。OK。下面一位，
再来一个。现在我自己。可以可以可以。Shine like a diamond. 哦，你也做很多事哎。哦 ，Shine like dumpling。那手是一个手。水饺，水饺，下水饺，下水饺，下水饺。这样好啦 ，Shine like dumpling。哦 ，Shine like dumpling，Shine like dumpling，Shine like dumpling。哦 ，dumpling，OK。那个钻石的这个，哎，好像没有哦。Shine like dumpling。所以要先这样。那如果我们以后手上拿东西的？有麦克风，我觉得两个人可以这样 ，OK， 好好，那对是这样子，然后需要一个两张 ，OK， 需要你要比出去哦，好 ，OK， 你们都是需要一个照片。